信大家对于之前的白百合出轨事件至今记忆犹新吧，这在当时简直就是轰动了整个娱乐圈了。陈羽凡如今更是以为了我爱的人退出，为了爱我的人付出，就重新闪电般的回到娱乐圈。近日网友曝光一组白百合19岁的照片，露肚脐、抹胸、低腰裤，那个时候的白百合看起来真的很清纯，只看那张脸，而且高度壮脸周冬雨有木有觉得，从照片前景中能够看出白百合拍的应该是啤酒告白，和一旁的男演员拿着啤酒摆出一系列外形，看来19岁的白百合很会凹外形，每一个举措都非常凸显身体，像麻腰一览无遗。时间是2003年，要知道在当时抹胸露脐装是非常大胆开发的着装风格，照片中白百合身材凹凸有致，肌肤白皙润泽，上身紧贴身边帅气男人，手拿啤酒，脸发红晕，似睡意朦胧。而近日白百合却因肥胖形象上了热搜，从最近机场照看来，白百合胖的不止一点半点，和之前瘦成闪电白腹大长腿的她真的是比完全不同的画风，虽说穿着白 T 宽松格子衫也难遮她这一发福的上半身，牛仔裤更是重灾区，腿又短又粗，大长腿早已变成了大象腿。白百合为何如此放飞自我？面对网友的质疑声，关于发福，白百合首次出来回应了，在微博上写了一大段话，录了一个视频，声称是自己过去一年里压力太大，才导致体重刹不住车。白百合直言最重的时候甚至达到67公斤，也就是将近140斤，而那段时间正在拍《南方有乔木》，所以现在播出的时候才会是这个样子的。